不是说不重要的东西都扔了吗？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些都在。刘沃，你说谎。高山，你为什么非要逼我呢？刘沃，对，我是说谎了。我全部的冷静、骄傲、坚强都是在死撑。事实上。 我花了整整2年的时间了，我还是没能把你从我记忆中抹去。我还是会做梦，我会梦到你，我会梦到我们的过去。但我跟自己说这没什么的，忘不掉也没有什么丢人的。至少可以心平气和地面对就好。可结果呢？从我重新见到你的第一面开始，我就知道。 我输了，我输的一败涂地。你每多跟我相处一秒，我就多一秒崩溃的可能。我不停的逃，我不想再回到过去，我更不想用一次一次看到你的背后。可你为什么一定要凑过来呢？高振，你就不能放过我吗？你别过来！2年前。 我一直在等你一个解释。你为什么要违背承诺？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爸？你既然做了，为什么你要表现出懊恼和难受的样子？可我等来了什么？你的不辞而别。 那个时候，你得了莫名症候群受刺激，我以为离开就是你想要的结局。高山，我现在就像是一个笑话。我怎么能给你那么多次机会，让你一次又一次的那么伤害我？你又一次赢了，满意了？ 我知道我做错过很多事情，但我现在我求你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弥补过去的机会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没有出现，那么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需要你。高山。 你凭什么以为我还会在原地等你？还是我们不走？遇到第二年情人节，也收到他的话。 慌张张看着担心的人笑话，他总有办法逗我笑，好像也不比你差。那时牵手两人相不像我俩，答应你了不想再回头。 假装忘掉已经沉默，就如果出现，还要离开，我不想再猜，到底你有什么？